大家好，我是中心社法国黑客李阳。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巴黎市政厅前广场。那么在我身后呢，是国际奥委会的会旗和奥运商标。那么呢，这面国际奥委会的会旗就是今年8月8号，巴黎市长李达尔戈在这个日本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，迎回到巴黎的。那么呢，法国曾举办过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也曾多次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那么具体来说呢，法国曾经举办过1924年第一届勃朗峰霞慕尼的首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以及1968年格勒诺布尔的第10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的第16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。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，就是在1992年，阿尔贝维尔的第16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，中国选手叶乔波在500米和1000米短道速滑比赛中呢，夺得了银牌，从而为中国实现了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。那么呢，法国是冬季运动的大国，那么呢，有很多的滑雪场，那么呢，就成为了这些很多滑雪场呢，就成为了全法国乃至全欧洲冬季运动项目的圣地。那么法国情况呢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